拿资料大声宣传，希望民众感受热情，另一边也不遑多让。欢迎来到理想大地，住宿券买五送一。还有舞者一起加入，吸眼球程度爆表。2019台北国际旅展正式登场，涌入大批人潮。旅展、饭店住宿券及餐券抢破头，今年业者也祭出超杀优惠。佛华大饭店原价24000多元的住宿券，旅展只卖2500元，加11元买一送一。另外，义大皇家酒店从13000多元变成3999，通通都打了2到3折。六福集团关西六福庄还挑战史上最低价，只要7999元。不只是现场升等这个楼中楼的房型，然后以及呢，我们第4到6人呢是加人不加价的。现场煎 A5 和牛，用香味吸引客人，因为餐券下杀也是旅展一大卖点。像台北君悦酒店只要2999元，凯撒饭店一套10张，一张只要566，但以折扣幅度来讲，龙山林台北中和饭店打了3.9折，最优惠。打出就是下杀大概39折的美食餐饮券，那其实4个人用餐就有9菜1汤的优惠。现场会送很多东西，然后有一些是线上旅展没有的，带行李箱来装住。对对对，看什么好看的啊，就是很便宜就对了。国际旅展开展第一天，各方业者不仅折扣超杀，员工们更是卯足全力拉抬声势，就是要在这4天展期内冲高买气。环宇新闻陈兴燕、林静婷、郑凯中台北报道。